亲爱的，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这正往外走呢。小白，你帮我跟那个郭总和高总解释一下，就说我不去了。郭总、高总都在楼下等半天了，那我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吧，别喝太多，早点回来啊。嘿，瞧人盛总，这年头当个男人容易吗？你又得挣钱，还得顾家，你还不能说个不，否则就动不动就给你弄小黑屋让你睡地板。你让人哄小黑屋去了？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是值得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，我就要实现自我价值。社会都进步了，为什么规则没改变吗？那也是因为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在阻挠变革。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有差异的，男人是华夫饼，女人是意大利面。像你这种刺儿头，就得多吃几次亏，才能被社会给磨圆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已经被磨圆了呗？磨圆了那就好滚了呀，那就有多远滚多远呗。女人失败，你还有退路；男人失败了，退路在哪儿啊？你这结婚有什么好？那有几个男人不是兄弟啊？男人什么是能做，什么是不能做？女人什么是该管，什么是不该管，这都要有界限。我相信未来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我的。盛江川，你光把你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回头看一下你女儿。你这孩子怎么不梳梳头啊？我不会呀，平常都是我妈妈给我扎辫子的。